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。行情给有准备的人，标股给有卡位的人。我想今天大家应该很期待我会公开哪一档标股。当我昨天很郑重的在大家的面前拆开这档君豪，然而又有人在问我另外一档是谁。我想继小哥股这么飙涨之后，今天这一档到底是谁？我想这个时候呢，先来看看这个小巨人。为什么我的取名字要给他小巨人？其实呢，他的飙幅非常非常的猛烈。今天这个小巨人既然直接飙涨停板，我想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直接用第二张图让大家来对照，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降三个，一模一样。今天直接飙涨停板，而且大脚挤爆我家。我想每一次的机会啊，是建构在行情没有飙喷之前，而不是在行情飙喷之后，每个人都在那边追逐股票。今天我可以很自豪的告诉所有的人，当昨天你有听到谁在这里呵护台股，我想只有和珊。当昨天那样动荡的行情，市场上有多少位人喊西坡修正或是西坡拉回？不晓得什么坡拉回我都不管，但是我只知道我要经营绩优成长股，并且我要霸占好，而且我对于 F4 的股票不离不弃。昨天我有郑重跟大家讲我调节了哪些部分的股票，而转进什么样的股票。当今天各位看到这行，这是确实的绩效。昨天我不是跟各位说我卖了一档股票转这档很精彩的股票，今天果然非常的精彩，它就叫做精彩，不只是飙涨，而直接飙涨停板。再来，各位都知道海公公一下这样一下那样，当它见报的是利多利多再利多，但是这两天股价却是开始抖动。但是这档股票我想大家并不陌生，不管你资金有多大或是多小，每个人都可以参与。资金小的你买个10张20张，资金大的买个500张1000张都够你买。今天亮灯涨停就是这档建汉，而且它不止今天亮灯涨停，而总共涨了3只涨停。我想这个过程有各位的参与，大家应该很开心。那小巨人到底是谁？等会我们来公开见证。但是在此时，我想把大盘的喜悦分享给所有的人。哦，跳空大阳线，久违了！一飙飙了454点，而在这个20大排行榜当中，315点。换句话，大家共襄盛举。我想这个盘我昨天已经解完了。每一次关键的时刻，本间 K 线就是很客观的告诉大家，昨天行情的抖动，我用这样的 K 线告诉大家，只不过叫做倒 T 字，英文的 T 倒过来，上影线非常的长。但是我说，今天以缺口方向论强弱，上有缺口，下有缺口，而这种线型没有人喜欢。我告诉你，它只不过叫做震荡回撤。而且我前一天也讲过，这样的抖动，昨天如果是弱势，它顶多震荡回撤。那么昨天有一个好消息，下面的缺口并没有完全回补完毕，所以我再讲一遍，今天很关键，到底要补上缺口还补下缺口？请看，昨天我讲到这个重点，昨天开低反扑不成，反手杀破前日的低点，还好缺口没有补满，对不对？这边的缺口还没有补满。那么我说昨天主跌的权重中小比较强，设备股先进封装，零件股续强，都在我的股票里面，谢谢。那么昨天开高跟开低哦，大哥，大家就要想清楚。我有讲开高开低哦，昨天先跟你讲，那开高需要站上关键价，近期再喷波段高哦，大盘真的是波段高。好，那么这时候呢，我说呢，以缺口方向论强弱，我想给各位马上看到，嘣上去了，嘣上去了，我有讲到过，站上关键价，近期再喷波段高，结果直接嘣上去的，关键价都飞跃上去了，楼上的楼上了，还留一个多方缺口。那么
等于下面的缺口没有补，它还留一个多方缺口，今天要出现一个多方缺口，那么上面这个大空方缺口，哇哦，快要补满了，所以下周以补缺口的方向论强弱，到底要完全封闭这个缺口，还是会来测这个缺口？那么我今天告诉所有的人，形态大阳线奋起，下周一给各位的关键价是2244，很好记。那么今天各类股几乎都回神了，不管哪一类，但是我讲过，当每个类股在回神当中，谁续航力最多，谁能够跑得快，而你有没有霸占在低档区？我想这个盘我每天都告诉你来龙去脉，但是很多人都是听空头的，不然就是自我没信心，非常可惜。那么增量攻击，对吧？ F4、大家都知道，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、广达全力上攻，设备股先进封装 AI 零件股齐攻，哇，光这几个天天在攻，已经连攻好几天了，都在我的股票里面。那么注意了，下周一开高跟开低，开高需站上今天的高点，今天有些许一点点虚虚，行情上补缺口续攻高，只要下周一走这个走势，那么这个缺口一定补满，补满它会往这个地方再去喷出，所以只要走这条路，大家敬请期待喷过这里高点。那么下周一如果开低的话，需守关键价，把这个关键价拿出来用，守住一切 OK， 否则卖压一出来，当卖压一出来的时候，直接判定这个 K 线很容易收黑。所以我把这个来龙去脉跟各位说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消化。我想所有的盘势我都告诉你，重点是这些标股你敢不敢拿筷子来夹，你敢不敢买。首先要讲这些标股之前，我先 run 一遍 F4。 台积电狂涨26元，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中，而鸿海飙3块，广达飙7块，而联发科嘞，哇哦，飙75块，全面爆喷，全面喷出。好，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，当这些规格你都知道，你该怎么样掌握这些的股票？我想每一次行情出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怨叹自己买的不够多。我有请各位把我 QR code 扫下去。我说，当行情在抖动的时候，盘中我会告诉你是抖强还抖弱。那么这时候主力会点火什么样的股票？而我前一日告诉大家的股票，今天要该怎么操作，我都有明示暗示直接告诉你。这个时候，我想这个股票啊，很多人没有想到，它既然能够成为标股，而且标3只，海公公家族的建汉，哎呦，今天涨停，涨停33块，8月14。这样，8月13第二只涨停，8月12涨停，涨停涨停，抖动一下换手。我说要买的来问我，不敢买的我助你一臂之力，嘣上去。这时候想一下，这天我很低调了，回头一看，23块到这一段涨了6块。我说低调一点，因为你高调没有用，高调你没有买没有用，要真的有买。然后有赚得到，我们就很低调，钱不会咬你，也不会跑走，会跑到你的银行存折，跑到你的口袋。13号，嘣，第二只涨停，标股给我卡位的人，那我跟各位说，要涨到哪里来预约？尤其你资金不够大，没关系，这档也可以，对不对？这边到这边涨幅38%，好，换算百分比哦，38%，大脚进来了。结果呢，8月14啊，很多人看不懂，我还特别告诉你。当它这个线包里面它是量缩的，这叫做运出格局。那么我说次日很关键，欢迎各位同步预约。结果有预约的，恭喜，都有上车，刚刚好上车，嘣涨停，1、2、3，3只涨停。各位算一下数学，23到33刚好10块钱，百分比43%。哇，这种股票可以这样子啊？有没有 B 字型啊？有没有 B 字型？大脚都跑来。我讲过，你要操作洪家军，跑去谁家都没有用，因为每个人都叫你卖，叫你放空，只有我坚持。洪家军里面一坨的股票，你要买什么？现在各位看到它很快的吧？对啊，所以呢，当行情已经出现的时候，你要检视你手上的股票。前一阵子我跟各位说，当行情大跌大涨，一起跌一起涨，你不用换，你要看你手上的股票的续航力。
那么当这个礼拜我郑重昭告你要开始太弱留强了，对不对？我的策略都对。那么这时候我先把一档股票调出来，我下一节要拆开那一档小巨人。各位记得这档股票吗？各位记得吗？我先唤起各位的记忆啊。8月14日郑重昭告，同类族群的小哥股啊，它很低调，同类都大涨了，就它闷在这里。我要各位买这一档，赶快来预约，近期将喷外太空。结果昨天与各位公开见证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昨天各位都看到，它就是君豪小哥，就是我要跟的，赶快来哦。结果今天呢，嘣，跑到楼上去了。111.5，光这边到这边3天而已，涨了12块，又是10%。看到今天这张股票这样子涨，而且啊，这里才厉害，大脚都跑到我家5.8万张，你去谁家真的没有用，因为大脚喜欢来我家5.8万张。这里你要一支吗？我还承诺给各位，这一天呐、尾盘大单买1900张，我昨天公开的，对不对？全力扫货。15号的昨天涨3.5元，尾盘又来买啊，又来买，结果今天按耐不住了，直接嘣上去了5.8万张。那么光看这档股票，同类族群的小哥股，对不对？嘣上去了，小哥就是我君豪啊，当面嘣上去了，结果今天嘣嘣嘣，哇，快要喷到外太空，大脚挤爆我家。所以啊，标股给我卡位的人。敢霸占的人，你就赢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请大家去想一下，那同类族群的小巨人是谁？下一节我们公开拆开。但是要拆开之前，我想让各位先看一下，今天涨停板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标股给有卡位的人，下一节我要告诉大家。你想要知道的基本面，想要知道的筹码面，想要知道未来成长性，索罗斯的基金加码，这些股票 EPS 一直在攀高，所以为了庆祝我们手上的股票这么多的涨停，这么多的飙喷，每一只都飙喷，今天就是只有今天买一送一星巴克的价格 OK 吗？赶快给各位 call me， 今晚刚马上进来。轮源投顾和分析师今年本间 K 线88种形态，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，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，创造人生财富。咨询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人生如股市，变化莫测，时高时低。股市如人生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唯有客观分析，精准研判，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。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，创造人生财富。轮源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。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每个人都只有一套资金啊，你要买也要卖啦。所以我昨天有卖一半的股票，我跟各位说小胖卡开出来，我有跟各位解释为什么要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样做多安心，该赚的钱有，该标股也有，那到一个点位的时候该卖你就全部卖掉，就如同前一波的鸿海最高点，就我们家族买的，全市场都知道，就不要再讲了，重点是我们有钱，那是事实。那么这个到底是谁？我想呢，这个昨天公开各位啧啧称奇，对不对？今天5.8万张，很棒啊。那我说你这一档啊，如果没有跟上的也没关系，这一档我就等你，好不好？那这昨天呢，我已经跟各位说了，赶快来预约，我们进场了。那今天呢，真的怎么会这么厉害？这么厉害，到底是谁啊？3、2、1，哇！迅走小巨人，因为他很低调啊。
如果说那个小船，你们就可以猜到这一档，所以我低调一点啊。那我这样子求会员说，老师你真的很有创意，对，因为我头脑一直在想事情，想要怎么告诉你们。我看那个形态组合，主力筹码，所以呢，小巨人，小小只的，对不对？轻舟嘛，对不对？小小只的船呢、哦，那小巨人就嘣，取得刚刚好啊，一买就喷涨停了啊。今天让各位看一下，昨天这样全力扫货，我们要把它弄出来。昨天嘛。39万张，结果今天呢，嘣，涨停，哇，很开心呐、啊，全力扫货。那我今天公开给各位做见证，就这一档啊，对不对？公开了啊，各位这样比对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很清楚啊，同族群的小巨人啊。所以我讲的都事实，所以你对我的操作、我的选股满意，你就赶快 call me， 跟着我一起来，好不好？等到行情跑掉，讲都没有用，事后马后炮没有用。只有我敢说，敢说在前面要你霸占，那就对了。钱会赚比别人多，因为我买在真的买到低档区。同样族群在飘的时候，我买在这，飙到这，我一定赚。你今天买到这，去飙到这没有用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时候呢，讲到这一档啊，这个大家刚刚有看过了，这个海公公的家族了，还可以飙三只啊，各位都看到了啊，这个。看到一二三哦，是真的三只，不是假的哦，给你乱糊弄哦，别一个指标就哦就涨停，我们是真的有买的哈、哦，真的有买才敢讲啊，真的有买有霸占啊，不然是没有用的。好，那我小巨人也猜了，然后各位也知道小哥股是谁了，这时候来想一下，当我告诉你呢要转股要换股的时候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转股有没有换股，转对呢哇、哦、钱都你的。哎呦，真的好精彩哦！直接喷涨停呢！哎，我这个哦不嫌买的晚，因为我昨天卖的另外一档股票转这一档啊，所以不会寂寞，对不对？一买就喷的很开心，一买就赚了。结果今天呢，再直接喷涨停。我昨天用这个跟各位解释，我卖了一档股票，买这一档。那刚好呢，一买之后呢，它这个地方就喷出去了、哦、那喷出去呢，光看这个量能，各位也知道，大脚就挤进来的，很精彩哈、哦。上补缺口非常强，滚量攻，没货快补。我讲话很简单，每个人一定听得懂，不然讲了半天听不懂，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。结果嘣上去了，直接跳空喷涨停，日 K 三连红啊！我是从这边买的，所以呢，标股给我卡位的人。219到今天250，昨天219，今天250，五毛不用算，涨幅31，有没有涨成这个样子？这个量滚成这样，这是真正主力有进来，主力是很多的，大脚叫主力，好不好啊、哦？这种，那我今天跟各位说啊，这档股票还会往上面喷发，几率非常的大。那我没有货的赶快来预约，因为这种比较高价的股票，你多买了2块钱，你一张就多2000，十张就20000，你何必去浪费那个钱？买对一喷就对，就像我昨天告诉你一转，嘣啊！今天看到标22.5啦，这个钱一定是属于你的，对不对？做股票像我这样复制我成功的经验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来看一下这一档股票哦，这档股票呢，我不是跟各位倒数计时吗？喷外太空哦，喷外太空483。昨天我跟各位说小棒卡开出来卖了一半嘛，所以另外一半钱才买精彩哦，所以我讲话很诚实啊，1.2万张，我今天另外一半怎么样抱着哦，喷到外太空，今天线当然是黑的啦，但是为什么我还抱着？慢慢讲给你听，这种股票你不卡位没有用的。讲这边就好，8月9号396就好，今天多少483了，三字头到四字头了，快要五字头了，一定是飙喷100多块了，对不对？8月7号，然后呢？8月6号，8月6号，各位还记得这一天吗？我说赶快扫货，哎呦，很多人说要崩盘呢，354到今天快500。这个大家数学不用计算机都会算100多块的、啊，我说增量6000张，中继大十字，我告诉你它是中继哦，我没有告诉你是波谷哦，因为每个形态不一样哦，所以你要看我解盘，这一针见血的告诉你，这叫中继啊，32.5，我直接挑最后一张，各位看一下，嘣
483.5 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322.5到今天才几天，483，数学很简单，160，我妈不用算，对哈。所以呢，标股给我卡位的人呐、我想很多人错失很多的机会，错失没关系，但是你们又放空卖到地下室，真的很可怜啊，这种。所以呢，我也跟你讲，我资金会运用，我也会报标股。这种股票你不买，你不报，你永远赚不到。那这一路走来，我都告诉各位，这个行情这个形态，到了8月9号，有没有补满了空方缺口，对不对？大阳线奋起，兴奋的起来，喷到波段高，再喷。8月13又是中继十字，台积电设备股，我讲得很清楚。8月15。没有过前一天高点，我先卖一半。我讲过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今天很简单，另外一半爆好啊！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但是今天问题来了，这根线呢，虽然价格大涨，这根线是黑的，因为它开的冲的比较高。那我先抱着，这边还有个多方缺口。这种线呢，下周一样，头过身就过，断脚再回补。那我到底另外一半会全卖还是再买？赶快来预约，好不好？好股呢不怕抖动，但是呢怕你在看戏没有赚到。OK， 讲到这档呢，我就顺便拿这个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在里面啊？逐渐攀升哦，还可以拉进来这个其中一档这里。好，那这个就不用去报道，大家就去翻一下。我只要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很棒的哈。好，然后翻第二章哈，这号人物啊，加码。那、这边都很多慢慢讲了。那问题是讲这么多什么面都没有用，来自于你心里面敢不敢买，敢不敢呵护台股，喜不喜欢台股，喜不喜欢这些所有的标股。当你喜欢的时候，钱就涨脚到你口袋里。OK， 这张股票你要一支吗？海公公的，昨天卖一半，那另外一半呢？很显然的抱着。那我到这边也赚了一坨拉股哦。这207哦，202还涨停，184，哎呦，它有18几的啊，还有跌停的172全收了啊，172到今天看起来也很过瘾啊，对啊，二字头啊，一字头，晴天一柱底，我解盘解很清楚，结果就这样盘整，结果呢13号嘣上去了哈，晴天一柱，结果14号中继十字，赶快来预约。结果很多人呢、我听信空头的，那我没有办法了，就一格一格往楼梯这样咚咚咚上去的。哎，172到223张51块耶，哇，掌声鼓励啊、今天还没有掌声鼓励、我的会员帮自己掌声鼓励，去把钞票拿出来玩啊、当玩具玩。那这时候还剩下1分钟哦，那我想赶快把这个 mute 一下了，因为今天我把那个讲了很多，没有像这个那涨18块了啊。18块呢，我想每个人呐、有霸占的，看到这档有神加持的神盾，哇，189一路涨，天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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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涨，涨到261，五毛不用算，连五红，棒吧，72块。昨天我已经跟你讲，这集团在滚动了，啊，你要不要滚动我不知道了，但每一档都滚成这个样子。今天当然很显然的，剩一分钟没时间讲这个。你看，天气股涨32块，谁敢霸占？我的大脚都有。谁敢霸占双红？我的大脚都有17块。讲到这边呢、这些股票没有一只冷场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各位看一下这个26块、7块，海公公。30秒的时间，我要讲海公公。这个海公公呢，到底会不会飙？那今天呢？昨天我还特别跟各位说，这边是一路收获，量缩回撤，对不对？结果今天呢，在这里。好，今天呢，给大家一句话：不动就不动，一动很惊人，赶快来预约卡位。这边到这边涨了27块，海公公会不会来这边呢？我们好好的一步一步的努力下去。今天要告诉所有的人，庆祝我的股票飙成这样，也希望大家能够赶快这一波的行情跟上脚步。今天就只有今天，买一送一星巴克的价钱，赶快给各位 call me， 祝大家假日愉快，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。
场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